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戴振华，就系、是《小肥猪周记》第三季嘅导演。咁啊，当然第二季我都系导演啦。吓，咁啊，我哋《小肥猪周记》咧就喺呢个7月15号咧第一集咧就正式上架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谢。